非常 shock。 对，尤其是女生的议员听起来是真的有点不是很舒服，可以很明确的去了解到底两个的差异在哪里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，确实是不恰当吧？哈，坦白讲是确实不恰当。是有跟议员有提到说，这有一个比较烂的比喻，那也是非常不恰当的比喻，所以市长的确有跟议员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。不过这样的形容其实并不是市长的本意。